最喜欢的就是看到别人吃了你的甜点之后的那个表情，是满足的，那我就满足了。想做甜点的那个渴望一直是源源不断的，是热情，是渴望的，就是吃苦，就是忍耐。有一次我答应学生，那个火把教会的学生义卖，要为火把学生做蛋糕。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因为场地租借的出了一些问题，在做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被老师阻止，然后就被告知说所有的材料都要倒掉，然后现在要马上离开这个地方。那当下的我是真的很沮丧，但我想到就是有还是有很多人在等着我的蛋糕的时候，我就还是想要去把这件事情完成。这件事情它真的让我理解到说，哦，天哪，原来就算被痛骂，就算被阻止，我还是很想要做蛋糕。有一次我很深沉的动伤，隔一天你还是要上班，你还是要工作，所以就一直没有办法好。所以我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办法自己扣扣子，或者是没有办法自己吃饭。走的道路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挣扎，有很多困难，然后有很多很想，真的很想放弃的时候。可是每一次遇到这样子的时候，神都会给我一句话，耶稣来了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有很多人会觉得说，啊，你念师大，然后你要去做甜点哦。很多很多风凉话是我听过很多的，很多种表情我也看过。选择去抓住神的话，而非被人的话所动摇的时候，神他很信实的让我经历到了很多恩典。丰收就是在很简单的事情上面去努力，然后反复的去练习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看到自己的成长。